总会表现出那个方向的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倒计时一分钟。时间长，慢慢长大，可能那个素材会变得千奇百怪的，很多很多的棱角。我觉得他们总有一天会被大家看见。但是，其实那就是我。概念其实跟专辑的概念差不多，都是分热烈一趴和冷静一趴。然后2019用一个字形容，你会用哪个字来形容？一个字。对。忙吧。之后有没有开巡演的打算？是给粉丝更多的机会来见过？成绩也做得非常好，到处也没有清单。我别这样，我先进去站好。我先说一下，咱们先进去站好了，然后一起喊，一切演出顺利。记住我们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记住喊口号。好，可以。我的指示你出去呢，然后我们把你拉回来。现在那个拖回去之后，像人家凳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稍微推早一点，就把你装在篮板里，感觉像是他们把你包围的，然后像是在吞噬你。没事，我们在想。Come on.
象征性的道具用不了了，影响着结尾会有点问题。演唱会想把所有的歌通过一个剧情的方式能够给它串联起来，每首歌的存在它的上下连接都是有意义的。其实就只是用了剧这么一个元素，还需要场上各种串场视频的这个连接，然后还有啊，我的那个状态，各方面要求都高。演唱会得更仔细、更专业一些。一分钟之内把道具上完。
还是说可以原本是要走到前面来是吗？你刚才那首歌是吗？原本这首歌原先是走到前面的，但是我们刚才想一个问题，就你往前走的时候，我后边的吧椅跟麦架我就往下下，不然我吧椅跟麦架没那我就往这边，我先走。可以走。这个跟这个是一起是吗？一起是吗？我想，然后好像没有站在这儿，然后我就坐在这儿，我坐在上面。那我先试完了，我觉得能坐在，告诉你吧。啊。这今天刚用，然后本来是说不想用，然后看那个康复的进度，然后用。但我现在有点技术上的难题，我去。是前两天开始咳嗽的吗？是咱那天拍车那次，然后第二天上呼吸道感染，然后第二天一整天有点低烧嘛，那天穿羽绒服，就每天都好一点，每天好一点。今天算还不错的，是不是一天压力特别大？是有点。闭着双眼祈祷，为什么只有我的音乐能够让我依靠？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，爬不掉，踏不掉，陪着我没带着微笑，越来越小，爬不掉，越来越小，爬不掉，踏不掉，怎么面带着微笑，怎么爬不掉，踏不了。对，其实就是咪瑞瑞，但是在那个瑞上加了个修饰音而已。咱们试一下。怎么面对着你才好，怎么眼泪都擦掉，怎么最多只好严肃着，不是哭着就好。前两首歌，前两首歌，前两首到三一那一块吗？亲爱的，然后后面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对，亲爱的到这鲜艳的诱惑搭配黑白的冷漠作祟，绝不要牺牲这一半，还我尖锐的鲜艳情感。无论世界有多不同，多灿烂，承载了似乎明媚的姿态。他们说，不准失败，不准失败，不准失败。我才不要一个人经历那些难过的日子，我们却若有所思地谈论着明天。
子跟人重回，也是易烊千玺。从开场一直到现在，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。苏尔的意思是说，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，你其实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从所有的表演来看，还有串场小片来看，大家能看到一个红色的我和一个白色的我。红色的我就是我想表达的内心真诚热烈的我，但是它可能会有些棱角，可能会不被自己接受，不被社会接受。然后白色的我，我想表达的是我顺应社会，顺应大家目光里面表现出来的我，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逃避，有一些压抑，把自己内心那个热烈的我，他得尝试着把它压抑下去。你内心真诚热烈的你并不是错误的，当他可能会有一些冲动，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希望大家不要压抑他。虽然他可能跟所谓社会里的既定印象不一样，但是那个才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你最重要的元素。在不莽撞闷着头往前冲，
所能珍惜你而从容，孤独在乎过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，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给你的一处，在暮色中漫步很专注，很幸福。Thank you.